两名男子凌晨闯入宫庙内，走向靠在墙边的功德箱。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手拿工具破坏功德箱锁头，不到三分钟成功撬开。另一个人全程在旁边把风，两个人一个晚上就得手2100块。本分局接获报案后，随即派遣侦查队的鉴识人员去派出所同仁到场采证。神明面前大胆偷钱，结果口罩也没戴好，露出鼻子下巴，真面目看光光。庙方报案之后，警方立刻扩大调阅监视器追查，通知附近村庄聚落注意有没有可疑的人士出入。已经30日上午10点许，果然由附近的民众发现有两名可疑人士与窃钱特征相符，并通报本分局当场查获。窃案发生在屏东恒春，27号凌晨3点多，两名男子被带回警局，坦诚偷窃，得手的2100块和作案工具，通通交给警方。原警问他们为什么要偷，两个人回答，他们从北部地区一路向南，骑车环岛，结果身上没钱，又看到庙方的功德箱，一时起歹念才偷窃。只是警方调查，这几天在潮州跟屏东市区都有公庙被偷，怀疑是不是这两个人犯的案。庙方人员要加装监视。并定期将功德箱内的财物取出，避免成为宵小觊觎的目标。为解封，庙方好不容易能重新开门，结果上门的不是香客，而是来偷香油钱的。只是这两名男子拜在口罩没戴好，长相被拍得一清二楚，被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侦办。 TVBS 新闻叶凤达屏东报道。为了抑制房市过热，大陆武汉要推房票制度，领到房票才有资格买房。大陆湖北武汉房管局28号宣布拟定出加强购房资格管理通知，未来在武汉买房子必须先申请房票。一张房票一次只能登记一个楼盘，登记一次后及时锁定，不能再去别的楼盘登记。路媒报道，因为很多人明明只需要买一间房子，却在多个建案登记，确保能买到最想要的房子，造成房市过热的假象。武汉2020年房价比前一年涨了6%，超过官方能容忍的5%上限，因此地方政府出新招打房。未来要在武汉买房子，得先申请购屋资格，审核过关后才能领到房票。有了房票才能买房子，一张票只能在一个建案预约购买，让很多人感叹，怎么好像到了以前计划经济，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购买的时代。听过肉票、粮票，第一次见房票，房地产的市场经济大门真的是关上了。个人感觉这个房票制度有点莫名其妙，难道以后社会又要回到票时代？针对房票政策，有大陆评论员说，浙江撕开房市遮羞布，发现其实根本没那么多人买房子。也有分析师认为，政策对房市影响有限，因为房票只限期60天，还得看是不是能配套集中开盘和锁定认筹时间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哦。还有，下载 TVBS 新闻手机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